请问一下，第一种的话，用什么方式可以量距离？平行框嘛，来，根据 p 分之一再加 q 分之一等于 f 分之一，来做平行框的话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会聚在什么地方？焦点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所以这个应该看起来，哎，乍看之下就是没有问题啊。来，我的平行框这样过来，就会汇聚在焦点上面，还会汇聚在焦点上面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去找出来我们的焦距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我的问题，不过这对你们来讲应该也还好。来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如何制造平行框？对，这是我要问的。就你说我设计了一个实验，问题是那个实验要怎么做？这是我们的重点啊。那我会设计，结果做不出来，这样不行哈。所以来对我来讲，来这个可以用阳光。那这样的话一讲就跟你国小时候做过的类似了。来，国小时候做过凸透镜，来应该有做过吧？有没有拿去燃烧纸之类的？好，来，它这样都汇聚在某一个焦点上面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个方法。好，第二个方法是说，如果 P 刚好是等于在球心的时候，像刚好是不是也是在球心？好的，是不是？而且两个大小应该怎样？好的，来，这时候物理大小跟像大小应该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好，如果说这是凹面镜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，来这边如果是我们这边，那你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在这边，好，比如说那时候讲的，啊，这边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，然后你把它屏幕跟它绑在一起，来，假设说是一个屏幕。而且它要形成导力实像，那你就两个一起动，两个一起动，一起动。好，然后到刚好成的像的大小跟它是一样，好，来成的大小是一样之后，来，那这时候如果刚好是一样之后，来，我们就很确定那时候的物距跟像距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好 ，F， hello， 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现在有两一个问题了哈。第一个，请问一下这个东西你要用什么当做我们的物体？可不可以像课本那样子说，我画一个小肚子？我如果画一个小肚子在这屏幕上面，会变形成一个小肚子的样子吗？我们之前讲实像是不是要在屏幕上成像，那你觉得来可不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成这个小肚子的像？来，我班长为什么不行？没有光，可是我看得到小肚子吗？看得到，那为什么在屏幕上不会有小肚子的像？啊？它本身没有发光，可是它有反射光啊。Hello， 你确各位，早坐在前面，常被我看过。来，各位，其实我们要在屏幕上成像，是不是光要够亮？那那些其实虽然小肚子有反射光，可是对我们来讲，它不够光，然后去汇聚成像。所以，来，对不起，如果你真的要用屏幕上成像哦，可不可以直接随便拿一个物体啊，什么小兔子、小什么之类的？哦，不行。来，这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个，好，可能用一个灯泡，好，一个蜡烛之类的，来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才可以成像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用什么当物体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想问同学，请问一下，我现在如果真的是在 2F 的地方，我的屏幕放在这边，请问这时候这边有没有像？我的光源在这边，而且是在 2F， 我很确定像是应该在 2F。可是如果我不知道，来，我就在移动这边，请问这边像有没有像？有像，我放后面一点，有没有像？有吧？好了，回答我一下，觉得有没有？啊？觉得有举手。好，放前面一点啊，觉得有举手。好，觉得没有举手。哎，大家都觉得有。那请问一下，我每次都讲过，他说他成像在二 F， 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对了，其实我们每次都忽略了，应该是说在那个地方才会成什么样的像。清晰的像，所谓的像其实就指的是清晰，知道吗？这边地方其实光线往这边走啊，所以这边当然有没有像？有啊，这边有像，但这个像是就是模糊的，有点像你那个相机。有没有相机现在比较没有这种机会，因为你相机当中都是自动对焦嘛。啊，如果自动对焦，它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你有没有看过？如果说那时候它是没有对好焦的话，是不是就是模糊的？可是有没有像？有啊。所以注意，在这边也会有像，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有像，只是像清不清楚，不清楚。那我们在从前面讲的好几节课一直在讲成像位置，成像位置，我们讲成像位置是指什么地方？清晰像位置，来，这样 OK 了吗？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哈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一题，大家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我要跟你讲，
你会设计实验材料会做。好，来第二题，上次讲过的，第三题有没有问题？第三、第四，好，这样都 OK。第五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，在焦距是 F 的凹面镜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考凹面镜还算简单哦，吼，凹面镜，所以同学都知道 F 是正还是负的？正的。好，放一个高度是 h， 想要得到放大为 nh 的实像，请问要物体要放在凹面镜浅何处？我们这边用来用去，其实就是大概 t 分之一再加 q 分之一等于什么？是 f 分之一。那这边唯一知道的是 f， 它要求的是 p， 所以你设法要把 q 是不是就是带掉，对不对？要设法把 q 拿掉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？来，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放大率。放大率是 hi 除以 ho， 来，同时是不是就是等于负 q 再除以 p， 是不是？ Hello， 来，现在特别告诉我，来，根据它的叙述，我们的放大率是多少？我从 h 变成 nh， 所以来，放大率是，你写 n， 答案就错掉了，写 n 的举手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写 n 哪里错？对。我们一直在跟你讲，来，我们的放大率定义，来这边，所以这关键字其实是在这个实像。这个题目如果考的它是放大 nh 的虚像，答案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？来，它是 nh 的实像，所以放大率应该多少？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，来，如果是实像，它一定是正角脑力，脑力，所以应该是多少？负 n， 负 n。你如果写 n 的同学，其实你得到的是正立放大虚像，那那个 p 是另外一个答案。哎，我这样讲懂吗？好，所以对我来讲 ，q 就会等于 np，q 就会等于 np， 所以再带回来 p 分之一 ，np 分之一等于 f 分之一，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很简单的通分。很简单的通分，所以来 P 就可以算出来的，巴拉巴拉巴拉。我还是讲一下好，来 P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N 再加一除以 N 乘以 F， 来检查一下这答案合不合理。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好，来算完的时候要稍微确认一下，不要算完它就是有人的答案是这样，因为。说真的，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计算能力，我都不太相信，你也不要太相信自己，因为你们常考试的时候一紧张就会算错。好，我来检查一下这个答案可不可以。第一个，请问一下这个答案比 F 大还是比 F 小？是比 F 大，所以同学说，哎，比 F 大是不是形成那个导力实像？对吧？如果比 F 小，是不是才会变成那个阵列虚像？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确定它是实像。第二个，大家知道要形成实像，而且要放大化，哎，那个物体要放在哪里？F 跟 2， 那这个答案大家很明显发现，来，答案就是一点多 n 而已，所以是不是就是算合理的？好，至少合理啦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五题。好，翻过来第六题有没有问题？直立仰成。好，直立仰成的第六题，我先问一下，你觉得你看不太懂题目？这个老师讲，让我知道一下，来，你举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你的问题，真的是我觉得他叙述真的非常不好。来，那个第六题是这样哈。第六题在这边。这第三页的题。一个孔径十公分，来，同学还记得孔径吗？哎，记不记得？好，上次都帮大家定义过，孔径十公分，我先画在下面这个，虽然不太那个，等一下我会重新画。来，十公分指的这个叫做孔径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曲率半径五十公分，所以来同学，而且是凸面径，来立刻告诉我，来焦距是多少？负的什么？二十五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你在径轴上离径一百公分，注意哦，来这些数字的大小，来观察径内的像，径内的像。那么在四十公尺处，有汽车跟径轴呈垂直方向，那个通过，这个意思是这样。来，我眼睛如果在这地方，你不要画在下面这边，我等一下另外画。好，这边是一百公分，离镜子一百公分，然后车子在哪里啊？车子在四十公尺，一小型单位。刚刚那是一百公分，是不是就一公尺？
那这四十公尺，所以其实是要在非常远的地方，所以我那个土地画出来。好，他告诉我，哎，跟竞轴成垂直，竞轴啊就是我们的主轴，所以在很远地方跟它垂直，好了，我是不是就应该这样过去？我现在这样，题目大概了解了吗？如果眼睛在这个位置观察，然后车子在后面，哈，所以我现在另外画，就是因为我这边画不下，我要另外画给大家看，哈，黑板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画一个，好，这是一个凸面镜，这是一个凸面镜。好，然后先把它变圆一点点，好，变圆一点点，好，大概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再来哈，你们记不记得刚刚的半径是几公分？半径五十嘛，孔径多少？十。所以你看喽，这里是五十，如果我真的稍微按照比例来画的话，那个这边是五十，要取十，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？所以真正画径是不是就这样而已？好，这个这题这是关键，所以我要先把其他的擦掉。啊，镜子大概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小而已，我现在画可能还都画的太大哈。所以我把其他的位置通通都擦掉，好，其他的位置都擦掉，好，再来还有我们的主轴，注意这是球心，所以呢 F 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镜子大小大概是这样子，好，我把整个再稍微往这边移一下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的，这是凸面镜。来，这个是整个是凸，哈、哦，来凸面镜是这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刚刚讲，接下来老师就没有按办法按照比例画，好，我没有按照办法按照比例，因为我画不出来。好，注意这一段是五十公分，好，这个是孔径，这个是孔径，来孔径大概是十公分，那眼睛大概在这边，来，这是眼睛的位置。眼镜的位置大概在一百公分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刚刚讲，来，车子是在遥远的四十公尺。好，如果单位我都让它一致的话，就大概是四千公分，来，四千公分的地方，垂直主轴这样过去，这是车子。好，先确定老师画的图你有没有问题？来 ，OK 了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，请问一下。车子是这样子过去，所以在这里面的像，大家知道凸面镜是不是呈这里趋向？来，会第一件事你要先确定车子会怎么走，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啊，上，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像？正立趋向，是不是跟大家同方向？好，第二件事情，请问一下像大概在哪里？要不要算？物距。四千公分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像大概在哪里？怎么没有声音？大概在哪里？是不是大概在焦点？我们刚才讲焦距多少？二十五嘛，二十五。那这个四千是不是大太多了？所以这个第一个要不要算呢？要，哈。而且来写正确一些些的话，第一个的话对我来讲，像大概就在。正确求它是写负二十五，因为焦距是二十五。来，负二是因为它是什么像？趋向。好，那么刚刚所以对我来讲，来像就是从这边这样过去，来这样过去，来这是像。第二件事情，请问一下，来，他刚刚讲过眼睛看到像，我们讲过这个它的走的话，这个镜子大小无关，它到底走多少就是这样。可是眼睛要看到是不是跟像大小有关的，对吧？请问眼睛可以看到这个像出现的是来哪一段？要怎么画？所以这题都要用画图啊，你没有画是算不出来的。还要怎么画？眼睛从这边看，最多是不是看到这边的而已？那像是这样，所以是不是就连在一起？那这样连不完，是不是我一看到像出现的时间？来，这有问题吗？好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来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就把它从这边放来，眼睛跟镜子的边缘连在一起。来，眼睛跟镜子的边缘连在一起，所以像出现的时间其实只有这个长度而已。然后这一段长度这是两秒。然后你要设法，因为它题目是要问什么？它问车子的速度。
那我要找车的速度，所以我要找这两秒这个长度，在这边对应的是不是哪一段长度 ？Hello， 好，好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就要设法去找，来，它在这边，可能是从这里到这里移动的这一段长度是多少？好，所以那第一件事情，你就要先来找。其实大家在有一点点的概念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哎，这个已经有一点像，虽然是车子移动的，可是你可以把它想的是一个像的长度。那不对，哎，这是像长，那这就相当于什么长了？物长，像长比物长又等于什么？像距比物距，来 ，OK 吗？所以我想要找这个车子到底移动多少，我就要设法找这个像移动多少。那这像移动多少，来在哪边？我刚说一定要画图，你那你不用画图找不出来，就这样找这样像是三角形。找这个相似三角形，好，来，请大家看，来，我们利用的是这一段相似三角形，来，这一段是一百，比上这一段一百二十五，应该等于这个口径比上这个 HI。好，这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老师用了一个什么近似？再看一遍，我说来这一段长度比上这一段长度，然后等于这个一百比上这一百二十五，来，我用了哪一个近似？ Okay， 你应该知道一百并不是量到这个位置，一百是应该是量到这近点，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个弦跟这个弧，这个弦跟这个弧是把近似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所以第二件事情，来第二个，我们要近似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十公分的口径比上向长 HI。其实就是约等于一百比上一百二十五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向长就约等于十二点五公分。哎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么向长这样知道之后，我们就知道，来向放大率，好，来放大率等于 HI 比上 HO， 然后等于负 Q 除以 P。负 Q 除以 P， 好 ，HI 是 12.5，HO 是什么？刚刚讲 HO 就是那个车子真正移动这段长度，这叫 HO。来，负 QQ 的话，刚刚是负25 ，P 的话是4000，这式子有问题吗？好，这个 HI 就是这个像的长度 ，HO 就是要求的，然后它们的长度得像距比负距。然后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来就可以算出来 ，HO 这应该不难算，那个十二点五跟二十五刚好是两倍，所以来它算出来是2000公分，2000公分。来 ，OK 吗？所以对我来讲，车子就是在两秒里面，所以来车的速度是多少呢？车子就是在那个。两秒里面来移动这个 HO 的距离， HO 是2000除以两秒，所以可以得到大概是1000公分每秒。好，那也等于10公尺每秒。再看一遍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哎，这个题目常常在考，那你要有一些概念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课本内容到这边差不多结束。可是我们常常讲完凹面镜、凸面镜之后，你会发现老师在这边的进度不快，因为我希望你把凹面镜弄、凸面镜弄得很清楚。那个凹透镜、凸透镜跟它非常的像，你到时候就是举一反三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再针对它的一些特性做一点整理。可能空白要大一些些，你最好拿一张纸另外抄，或者不然课本的空白就要大一些些哈，字写小一点。我再问一遍，来这一题 OK 吗？可以哈。回去自己再想一想哈。好，来再来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好来要补充，好来面镜的一些成像性质。会用到 A4 啊？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差不多这样吧，但也字的大小啦。
其实应该没有，因为我的字写的其实是好，来变进的成像特技。那这个大概是在考观念多选题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去考它的。好，那我们左边写的是凹面镜，右边写的是凸面镜。好，前面几个我在上课做图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提过。我觉得哈，用电脑上课最好的地方就是这样。我永远几天前的图都还在，不要讲几天了，几年前的，你们学姐的那个，我之前上课笔记也通通都还在。好，来，这个是几天前画的凹面镜，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拿来画来看。好，这是16页，然后这是昨天画的凸面镜的成像。好，你们再回忆一下，这个有的我上课讲过，凹面镜，大家看这边，来一路上过来，请问像不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？记得吗？好，是不是焦点跟镜体之间？那凸面镜呢？凸面镜反过来只有在哪边有像？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成像的位置是不是刚好有点模糊？好，哎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这个好，我们先写好了哈，它不可能在 OF 间成像。好，可是凸面镜只能在 OF 间成像，有一点不符。这在物理上面我们说共轭，在数学上是有听过共轭，共轭的名字有听过吧？共轭复数之类是不是？好，来这边，他们两个性质刚好相反。好，第二个。那时候有乐队提过，好，第二个，请问对凹面镜来讲有没有实像？有，来，有实像，实像一定在镜前镜后还是不一定？镜前一定，倒立还是正立？一定倒立，正立还是不一定？倒立，一定放大还是缩小还是不一定？所以来，如果形成实像，一定镜前，一定倒立。好，可能放大，可能缩小。其实我是觉得自己就亲自抄一遍会比较有印象，比较深刻的。好，来再来，凹面镜会不会成虚像？啊，会，一定在镜后正立。来，一定放大缩小还是不一定？啊，放大。来，一定在镜后正立。一定发大。凸面镜呢有没有实像？没有。好，它形成的虚像也一定在哪里？镜后正立，然后一定怎样？缩小。你可以发现这边它们也是不符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物体和像。
课有讲的是这个。接下来我们看它们移动的方向。请问，这种就是在多选题里面，它就会考说啊，那个在凹面镜物体和像沿着主轴就来，它一定同方向，一定反方向，或者说一定不一定，就类似这种考法。好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如果是沿主轴凹面镜物体和像移动方向，横相同，横相反，还是不一定？上一次其实老师问过，在这个图里面是不是就是沿主轴？记得吗？这个就是沿主轴，请问一下，来，它像跟它横相同，横相反还是不一定？是不是横相反？不管实像还是虚像，是不是就横相反？好，对，对我们来讲，啊，那同时回答，来，那凸面镜呢？来，物和像的移动方向横相同还是横相反还是不一定？所以在这边，其实两个是一样的，沿主轴的话，来这边横相反。好，这边也是横相反。好，所以我们要问的其实不是这一个，到刚刚这为止，其实都是我们讲过的。好，垂直主轴。上课没讲，可是刚刚做题目的时候已经暗示了。应该不用画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来，垂直主轴是横相同、横相反还是不一定？所谓沿主轴就是刚刚这个，类似像刚刚这种题目有没有？来，这个是凸面镜，来告诉我一下，来，如果是垂直主轴运动的话，在凸面镜里面是横相同、横相反还是不一定？凸面镜，它是跟什么有关？正力倒力是不是？如果正力是不是就相同？如果倒力就怎样？倒力就相反。所以来，这个跟面镜无关，其实是跟它是正力的还是倒力的有关。所以来，垂直主轴，如果它今天是倒力的相，对不起，也是。来，如果是倒力的话，来就相反。如果它是正力的话，就相反。那这边因为没有倒立，所以来它其实在这里，所以它当然就是相同。好，接下来，我们讨论速度。好，像素我用 vi， 物体的速度我用 vo。那我先讨论一下，来，比较简单的就是刚刚的题目，来，在垂直主轴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比较简单，像素在垂直主轴的运动的时候，刚刚才讲的，来，请问会怎样？其实我们刚刚之所以为什么像，这里面哈，我们知道像长比物长，是不是等像距图比物距？可是好像刚好像素比物数，是不是也是等像距比物距？Hello， 为什么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如果说我现在这边的速度叫做 vo， 我乘以时间，是不是就变成是不是像长物长了？那这边的速度是 vi， 我乘以时间，是不是就是变成是像长了？那 delta v 一样，所以比值是不是就一样？好，所以这边其实非常简单，而且不管是那个凹面镜、凸面镜公式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写在一起哦。来注意一下，来像素比上物数一样，跟放大率一模一样，所以还是负 q 除以 p， 跟像距比上物距。小心。你说老师，你不是讲说像速度跟 q 除以 p 吗？那为什么还是有负号？一样吗？当今天是正力的像的时候，来，这个是什么值？
在正气了吧？正气将相是在哪里？静后来，这是什么值？负值啊，这是负值，再加一个负号是又变正值了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就同向？喂，是吧？正立的时候，来这边已经是垂直主轴，这两个是一样哈。来这两只刚先讨论方向，那现在是告诉你，不止讨论方向，你连大小也要会算。好，这边如果正立的时候，这个是负值，负值再加负号就变正值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就相同？那如果是倒立，这个是正值，正值的话就会这个是负的，所以就相反。好，所以它基本上是一样，那个正负有时还是包含方向。好，对我们来讲比较难的是。是沿主轴一样哈 ，V I 与 V O。好，我们要问的是沿主轴的运动。好，沿主轴的运动有一个是所谓的，沿主轴的运动有一个是 V 啊，就是它是顺时速度。好，你如果记得，好，你如果记得这个图，就会开心。有没有记得？来，再边复习一遍。物体从无穷源移到两倍 F 的地方，来向从哪里到哪里 ？F 到物体移动很怎样的距离？是不是很大？可是向是不是就移动一点点？再来，这叫沿主轴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这边从这边移动，2F 到 F 的地方的时候，哎，有发现向是从 2F 是不是移到无穷远？这边变成物体移动一点点，向是不是移动很大？再来，这边从焦点移到近里，是不是也是移动一点点？可是向是从哪里？是无穷远往这边移的。哇，这个关系看起来好像很难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个关系我给你参考，这个是补充的，我们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。那它可以推，好，如果用一般的代数的话，推的话花一些时间，然后用微分是最快。但是我这边我都不打算讲，因为我觉得都花太多时间。你有兴趣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先跟大家直接讲结果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先跟大家讲，来，如果是沿主轴运动是麻烦的。好，这个的 VI 比上 VO。好，刚刚有没有同学先告诉我一下？我们有跟大家讲，来，他们的方向是很相同还是很相反？沿主轴刚刚讲过，一定很相反，所以来他们的一定猜负号。他们关系是什么？你刚刚就觉得说，哇，那个找得到关系吗？可以，他们是平方而已，平方。好，这个是属于补充的范围，这我们没有要特别提。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但是一定可以做的是下面这个，来，这个就一定要会咯。如果问你，来，向的速度，平均速度怎么处理？这个就不是新的东西了，来加油！就这样，要平均速度怎么办？就很简单，结果平均速度基本定义是什么？哈喽，位移除以时间。所以你如果可以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。来，如果譬如说我在问，我想问你从物体从一移到二，那向的平均速度是多少？那太简单了。我就把一这个 P 嘛，是不是知道？来，代入公式之后，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在哪里？然后在二再找出来，它在这边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来这边是第一个向的位置，第二个向位置，然后看花多少时间，平均速度就可以算。来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这个不是新的哈、哦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如果要算平均速度，顺时速度当然是难的，但平均速度来向是 VI 哈、哦，来它平均速度基本上用向距的位移除以时间。对，就是向的位置，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怎么找 Q2 Q1？ 就是利用 P 分之一再加 Q 分之一等于 F 分之一，这样可以找出 Q1， 还有找出 Q2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针对面镜的一些成像性质，好做一些补充。其实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哎，一边做图一边已经整理出来，只是我把它归纳出来。
好，第二个还要补充的是这个，请问抄好了吗？好，第二个是有关作图法。好，那我要先补充一个，那我有两个要当做作业，好 ，OK 喽，补一下哈，做好了没有？好，第二个我忘记在我们班上问过没有？好，就说我今天第二个我要补充是这样，那我现在一样先画一个凹面镜，画一个凹面镜。平行主轴的光是不是聚在焦点？好，现在，哎，糟糕，老师不是画凹面镜，我在画手镜，我现在在画手镜，凸面镜，好吧，那就先讲凸面镜，凸面镜比较难。好，既然先画，那就画凸面镜啊。好，来，我现在如果画，我来把这个比较难的地方当做作业。来，各位告诉我，来，平行光聚在哪里？不平行主轴的平行光，来加油。先问第一件事情，它会不会聚在焦点？这个绝对不可能。你如果平行主轴的光已经聚在焦点，那这个很显然跟那个平行主轴光是来自不同地方，那不可能聚在哪里？那不可能聚在一起的，所以应该聚在哪里？它们会不会聚在一点？一样是平行光，它们会聚在一点？啊？快没电了，太好，谢谢。班刚好每次都在后翼的后面，所以我放一条线在这边。谢谢你。所以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跟我讲快没电？电台很多，我说是你们快没电了。好，来告诉我一下，来，请问他应该聚在哪里？会不会聚在一点？我跟你讲哦，照道理这些既然是平行光，所以它还是来自哪边？来讲还是来自无穷远，那既然来自无穷远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这样想，来 P 分之一加 Q 分之一等于 F 分之一，所以照道理来讲这还是来自无穷远，所以来请问一下像距其实还是在哪里？是不是还是焦，它是不是还是焦距？但是焦距不一定是焦点，焦距不一定是焦点，来有哪个地方它是呈现在焦它的那个是焦距但不是焦点呢？来这个地方叫做焦面，来这个是焦平面，我们设定焦平面上面的这些点来跟近点距离来做画这个垂线，我们还是视为都是什么 F， 因为我们讲过嘛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讨论是近轴光线？近轴光线的话，这个的区域是我把视为都是横向的。哎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暗示你了，来这些光应该聚在这边，这个上面，但是要聚在哪里？这个算不出来，要用画。接下来，来，我已经告诉你答案是在这条线上，应该在哪里？好，十号，来位，来，你觉得应该怎么画？聚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想法？没有想法。二十号，有没有想法？应该聚在哪里？好，我提示，用几条特殊光线。好，哪里？或球星，然后呢？其实我们说这两老师是只有画两个了，请问一下，那其他如果我再画一条跟它平行的光，是不是应该跟它聚在一起？因为大家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就用刚刚讲过，利用特殊光线。好，刚刚小老师讲得很好，我们可以利用一条过哪里的？他刚刚已经讲了，来，他刚刚讲说过哪里？球星，来这边是球星，然后你就画，哎，怎么画刚刚好啊？他说，就是这一条光来，如果刚好过球星。啊，而且入射反射是同一条，来大家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用红色画给大家看。好，如果是差不多这样子，刚好同一条哎。好，现在这个入射反射同一条，所以答案就在哪里？Hello， 就这个。好。
条特殊反射光线？来告诉我，还有哪一条？看你会用，会不会用？还有什么？或者，现在不能用平行主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因为现在很多平行主轴，没有。来，还有什么？过境敌，好，有人说过境敌，好，过境敌，然后也要跟这些光互相怎样平行，所以看一下哈，很好，来学一下哦。所以来怎么办呢？就这样，过境敌，然后跟这些光也平行，然后这条光要怎么反射？就是上下对称，好，好，所以你如果画一下，譬如说我现在再画一下上下对称，好，然后就把它，这时候就要考验看你图画是不是平行。好，这时候就是反射光。好，请问一下，那怎么找出来？跟刚刚这叫平行科学点，反射光要什么颜色？好，所以反射光的颜色会不会过这一点呢？好，我们加色法要让它变成。是应该这样。好，还有另外一条，还有哪一条？我们说平行组合不能光，这一条特殊反射，这一条特殊反射，还有一条什么？过焦点，是不是？过焦点要怎么出去？平行主轴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一下哈。来这边过焦点的话，怎么画？来，好像刚刚好这个是差不多。来，大家看，来延伸做过焦点，过这个焦点，然后来这边是要这个，所以差不多哎，差不多刚刚好。好，来这样，好，还是乖一点。来这一条光，这一条光延伸过焦点，所以来它反射之后就应该要平行主轴，然后你再把它延伸，它如果来答案就在这边。请问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来，这个就是告诉他大家，来什么叫做焦平面？好，不平行主轴的光，不平行主轴的光会。聚于焦平面上，好，那至于怎么找出那一点，要用那几条特殊反射光线。好，再来，好，刚刚画的是凸面镜，好，来，这是凸面镜。
好，其他两条老师就不打算画。好，另外还有一条是吗？来，第一个跟他什么平行过哪里？老师这样比是过哪里？是不是近邻？好，平行过近邻，来应该反射是这样子。好，还有一条是什么？过焦点，然后会怎样？平行。过焦点在这里，焦点在这里，来过焦点，来到过焦点，碰到镜子是平行出去。啊，画好，答案都在这边。好，好，这是凹面镜。好，接下来我要留作业，明天交。画图。你们要用拍的、用写的都可以，好吗？好，第三个，你们要刚刚那个抄好没有？都抄好了吗？怎样？你抄吗？都要拍吗？快点。这还好啊，这个应该了解。OK， 好，那么很常考的哈，来第三题，然后第三个作业才正式作业。好，基本上我们要请同学用作图法，不准用算。啊，你要告诉我这个光线你是怎么弄出来的？好，其中一个是这样，也非常简单。好，这是主轴。好，如果我发现有一个物在这边，这物 P 就是物。好，结果它的像在这边，这是 Q， 这是像。然后第二题也是一样，来，这是主轴，这是主轴。好，一样，来，这个大概是 P。好，但是 Q 现在在这边。好，利用作图法找什么呢？第一个要找，来，它是什么面镜？哪一种面镜？这两个都要找。好 ，A 图第一个图是凸还是凹？第二个是凸还是凹？第二个面镜的位置，面镜位置在哪里？第三个焦点在哪里？都用作图法。明天要交，明天做这两题，等一下还有一题。来，题目有没有问题？那个老师这两个大概是约略，好，就是说 P 差不多是这样 ，Q 差不多这样。很多人每次都去量它的长度，然后去算那个，对不起，不是用算的，用画的。我要你回去用画的。那个只是暗示，第一个图它是在同方向，第二个是在反方向。好，来，今天就请下。